这个呢是位于大洛杉矶地区奇诺市本周末将要新开的一个楼盘。整个楼盘呢是由三个户型组成，从1940尺到2460尺不等，从三房到六房不等，所以它最大的户型有六房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 Chris Liu。目前在视频里看到的呢是最大的一个户型，这个是一楼的大客厅。更多的信息呢都可以在我朋友圈里找到，也可以单独来问我。目前这三个户型呢是从67.5万到72.2万。另外呢，值得推荐的是，这个楼盘的地块是位于奇诺的好学区。整个房子呢是用的开阔式的设计，大家在视频里也看到了，非常非常的漂亮和大气。每个房子呢也都带有院子，但是呢大小都是不一样的，要看地块。另外呢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全浴位于一楼，咱们现在视频里看到的就是。现在呢咱们上二楼去看一下。当上到二楼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客厅，并且这个客厅也有一个很大的窗户，当家里来了客人的时候可以做到互不打扰。现在呢咱们去看一下它的主卧室。这个主卧室还是非常漂亮的，而且呢两边的大窗户，咱们看一下这个超级大的衣橱。同样呢这个主卧也配备了豪华的卫生间。在二楼的另一侧呢是两间次卧，有一个全浴，而且洗衣房也在这里。这两间次卧的面积呢也都不错，而且呢采光也都很好。大家可以关注我，后面我会发其他户型的视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和关注，更多的资料都可以在我的朋友圈里找到，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。我是洛杉矶房产 Chris Liu， 咱们下次接着聊。